and tan and young and lovely. The girl from Ipanema goes walking.哈喽小伙伴们，你们好吗？欢迎来到今天的 Regina Knows。 上一个丝芙兰打折种草视频里面，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娇兰金钻粉底液，那个在路上我没有收到的娇兰金钻粉底液今天到了，第一天的上脸。 So far 我觉得这个00号跟我的肤色还蛮合的，让我测评一下，然后我跟大家说我的感觉。哦，我现在好亢奋，好开心，好紧张啊。 Anyways， 一开头就有点偏离视频的主题。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宝藏零食分享。如果是有跟我一样在多伦多的小伙伴，我们前两天呢正式开启了 Lockdown 3.0 啊，疫情的日子真是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啊。疫情期间 mental health 太脆弱了，吃吃喝喝才开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段时间啊买到的那些宝藏零食，反正就涵盖生活里面吃吃喝喝零食代餐各种方面嘛，而且都不难买，在多伦多的各大超市里面都能买到，就趁热乎赶紧拿出来溜一溜。就希望这一期视频让你觉得馋吧。那我也不能光馋大家对吧，这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我吃大家就得一起吃。感兴趣小伙伴呢请持续看到视频的结尾，我会在视频结尾发放出一些小小的 giveaway。 赶紧开始吧。就前两天我报税啊，就是我发现我去年叫了超多超多外卖，我觉得真的是又浪费钱又不健康，我就当即立下誓言，以后不说不点吧，就尽量少点，如无必要都在家里多做点饭。就在这个当口呢，被我发现了这一个东西，拉面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我觉得超好吃，所以说我已经激情在 Instagram 上发过好几次了。结果 Instagram 里的小伙伴跟我说，他其实 apparently 的是一个国内的网红，有好多个好吃的味道。为了录制这期视频的准备，就收集了他们家七种味道吧，分别是红油串串、麻辣龙虾丸、海鲜冬阴功、地狱辣味拉面、豚骨叉烧拉面，还有脆脆肉酥拌面、番茄豚骨拉面。我 Instagram 的小伙伴跟我说的，哦，他们家拉面不止这七种哦，还有一种猪肚鸡的味道，猪肚鸡我的人生最爱啊，我就回超市找了一下。没有找到猪肚鸡，我好馋，好想试一试啊！在这么多不同的味道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麻辣龙虾丸拌面跟这个红油串串风味捞面。这拉面说，我觉得它让人觉得超新鲜的。就一般你们想，才七天，我吃三天的拉面说我都不厌倦。且不说它有这么多不同的味道了，它有好多不同的主食方法，像有一些呢是捞面配上这些里面的红油串串啊，这些海带呀、藕片呀，又辛辣又爽。然后比如说像这个麻辣龙虾丸拌面呢，它是把面煮好呢，跟那些调料拌在一起，真空包装的龙虾丸挤在上面。像这种海鲜冬阴功拉面啊，或者是豚骨叉烧拉面，像这种就是有汤的面了。像这个脆脆肉酥拌面呢，它里面的面呢是宽面，就很适合我这种北方人那种喜欢面条实实撑撑的口感，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好好吃又方便，包装做得也很可爱。像我给大家随便打开一盒吧，这一个呢是那个猪肉豚骨拉面，里面是这种比较细的拉面，配料都在下面一小袋一小袋帮你放好，有一些汤料呀，有一些菜包料。像这个叉烧上面就写着我好大，液体的这种拌料啊，打开以后呢就是容易喷溅，大家要小心，就特别可爱特别贴心。盒子里面啊都会有拉面主食攻略、完美主义做法、硬度阶梯。比如说刚你如果你喜欢吃偏硬的就煮三分钟，适中就四分钟，偏软就五分钟，你们猜我喜欢几分钟。哎，其实我这个人挺 tricky 的，拉面呢我喜欢它硬一点，通常煮三分钟，就很有那种外面店里面日本猪骨浓汤拉面的 feel 了。拌面呢我喜欢它软一点烂一点，上面撒上那种红油辣椒酱，整个人就口水就要流出来了。盒底还有那种很暖心的小 slogan， 懂得善待自己的胃就不是孤单。他想想真是，每次觉得孤单觉得寂寞觉得冷的夜里，就算没有人陪，如果说能把自己喂得饱饱的也是一种另类的满足吧。反正就面条调料以及他配菜的口感和味道都在线，真的有时候就会让我忘记是那种怎么说方便食品，酣畅淋漓的那么吃一碗。通常的时候啊，我会在里面配一颗煎蛋，再配一些小青菜，绝对适合宅家的时候啊，对付一餐精致营养一样周全的饭。所以最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吃这个拉面说。就算是疫情，就算一个人生活，也要好好吃饭哦，善待自己的胃，你就不孤单了。直接引用了拉面说里面的小小 slogan。最近天气热起来了嘛，所以说呢我喜欢吃雪糕的那种熊熊热情又燃烧起来了。小糊糊呢已经回国很久了，老有小伙伴问我说，你的室友呢，你的室友呢，室友去哪里了，你是不是撕逼了？我没有跟任何人撕逼，在此特此声明，我的小糊糊回国度假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好吗？我也很想他。小糊糊是我人生里面一个非常会选雪糕并且资深爱吃各种雪糕的一个小女孩，所以说把我也带成了一个非常喜欢吃各种雪糕的精致猪精女孩，尤其很into各种网红雪糕，就是喜茶他们家一个新的网红冰淇淋吧，大统华呀、华泰呀，反正就都有卖，有三种味道。它有一个呢叫做多肉葡萄冰棒，有一个呢叫做奶茶波波冰棒，还有一个叫做茫茫甘露冰棒。我三个最喜欢的是多肉葡萄，我觉得多肉葡萄最好吃。反正就是喝奶茶的时候呢，我也最喜欢的是多肉葡萄这种类型的奶茶了。装在喜茶那种透明磨砂透明的塑料杯子里面，通体紫紫的，里面有一小颗一小颗晶莹剔透的葡萄果肉，上面盖一层厚厚的奶盖，咸咸甜甜，加上下面。
葡萄清爽的感觉啊，想一想我就开始口水流出来，就好像想吃拉面说又想喝喜茶的多肉葡萄。我觉得喜茶把他们的多肉葡萄奶茶一比一还原到了他们的雪糕里面，吃起来又解渴又过瘾的一款雪糕。它的口感啊是那种特别多层特别丰富的那种，又解渴清凉，然后又浓郁绵密。它的表面呀那一层比较深层的颜色呢，算是一种比较有茶味的棒冰，就超清新，一点都不腻。每个冰棒的中间啊，就根据它的味道呢，奶味的葡萄果肉、黑糖珍珠，味道很浓郁很浓郁的芒果了。我呢对他们最爱的部分呢，还是棒冰吃到底的那个惊喜，奶盖味道的底座，奶味超浓郁的那种，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倒过来喝了一大杯口感超好的奶茶。奶盖在我心里地位超崇高的，缺少了奶盖的冰咖啡或者冰奶茶，在我心里简直就像缺少了一个闪光的灵魂一样。可想而知这个冰淇淋有多戳中我，它是在最底下的位置，就好像把最好的留到最后，让我整个人在吃冰棒的过程中又爽又满足又有期待感。因为最近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嘛，零食就会吃的比较多，丝毫不顾我那坚持起来越来越艰难的帕美拉 daily schedule 只要在健康 fit 的情况下，我觉得偶尔呢摊摊嘴也是生活里面一点幸福的事情啊。好了，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要给我最近一个超喜欢吃的零食做铺垫，是卡兹他们家各种款式超级好吃的爆米花。它有这种盒子装的，分别是珍珠奶茶的味道，还有一个呢是抹茶拿铁的味道。它也有袋子装的，分别是一个咸蛋黄的味道，另外一个呢是珍珠奶茶的味道。罐子装的黑糖珍珠奶茶呢，跟这个袋子装的奶茶口味爆米花呢，其实味道是差不多的，就真的是大同小异。爆米花香脆的口感加上那种奶茶浓郁鲜甜的口感，完全完全完全不能够拒绝。它里面的爆米花呢是各种各样的颜色，深深浅浅的。晚上啊，比如说今天终于工作完了，泡完一个澡，躺在沙发上四脚朝天的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会找一个小盘子出来倒这么一盘爆米花，当做对自己又努力度过了人生中一个普通一天的嘉奖啊。成年人的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方法保持情绪的稳定。里面有很逼真的奶茶味道，而且还是黑糖奶茶，浓郁迷人，就好像家里开了一个新鲜的奶茶铺。而这个抹茶拿铁味道的爆米花呢，就稍微清淡一些。每次把这个抹茶拿铁爆米花吃到嘴里的时候呢，就好像喝到了你的爱人就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亲手为你做的一杯，味道浓郁但是一点都不会太过甜腻的抹茶拿铁一样。这一天就顺利的开始了，跟一般那种啊好怕甜好怕甜，一吃就太甜了一喝就太甜了那种小姑娘不太一样。我还挺是甜的，虽然说我知道要控制体重，但我的心里是觉得甜的就是最好的。因为这样的，所以说我先介绍了甜口的爆米花，但实际上这三个味道里面，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味道呢是这个比较咸口的咸蛋黄爆米花。怎么样，我这个人是不是很难猜，是不是很百变，我是你得不到的女人好了，我回去把这句话说给老头，说给你们有什么用，你们已经得到我了，太好吃了。也可能是我的咸蛋黄光环吧，喜欢各种咸蛋黄口味的东西，咸蛋黄薯片我也不能拒绝，咸蛋黄脆鱼皮也是我人生的真爱绝绝子零食。咸蛋黄口味的爆米花打开了我人生新世界的大门。我想说哇塞，以前当还没有疫情，我还可以 get access to 电影院的时候，如果说每次呢都能来一捧咸蛋黄爆米花进电影院，我保证我当时再也不嫌弃电影院必备经典零食爆米花了。特别香的那种咸蛋黄味道，一打开就扑鼻而来，看起来很诱人的这种焦黄色，我现在一打开真的是醉了。它的那种爆米花呢，有的是甜的，有的是咸的，抓一把到嘴里，你嘴里面是甜咸各种不同的层次的口感混在一起的，人生那个满意值达到这么高的，我觉得吃不够。就连我那个每天标榜着超级自律，吃饭超级健康，每天都在坚持健身，不健就有身材焦虑的老头啊，他有一天在厨房做饭，被我发现他一边做饭一边拿起这个咸蛋黄爆米花，连袋儿往嘴里面倒，就好像一个壮汉喝老酒一样。我当时就简直不相信这是我的老头，反正他现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已经塌到一地都是碎片。喜欢卡兹他们家的爆米花。下一个最近吃的比较多的呢是这个全胜德冰杨梅。这个呢最开始是在小红书上种草的，对于杨梅这种东西比较稀缺的多伦多来说啊，还是挺稀奇的。它打开的话其实就是冰冻的一整盒杨梅，超大，就品质超好的感觉。就算是冷冻食品呢，就是解冻以后吃起来都觉得很新鲜，吃到嘴里和口感超满足。它其实好多种吃法了，你可以把它解冻10分钟，然后直接放到嘴里，表面有一点点软，但里面还带着冰碴的一颗颗冰冻杨梅，就像那种天然的雪糕一样，表面比较甜，
然后吃到里面啊，味道可能就会比较淡。不要一开始把表皮都啃掉，就一整颗啊呜放在嘴里，感受那个汁水啊，还有那种甜甜酸酸的感觉混在一起，跟那种冰冰凉凉有点扎牙的口感。或者呢，像我这种小酒鬼，大杨梅啊，配合果汁跟一些度数比较低的酒，喝酒最好不要贪杯哦，小酌就可以了，把它混成一杯颜色啊样子都很漂亮的鸡尾酒，放在正好最近新买的一波漂亮酒杯里面，感觉超夏日的，就算不能旅行，自己也躺在沙滩上的那种感觉。正常啊，就配一个有味道的那种气泡水，把这个杨梅放进去，气泡水呢就也会有一点点一丝丝杨梅那种酸甜的气息了，加上一些小冰块呢，连冰块带杨梅一起捞出来，嘎吱嘎吱嚼着吃，超爽的。最近在学打网球嘛，每次打完网球回来啊，用这个全胜德的杨梅啊，泡那么一杯冰镇气泡水，我觉得还挺适合这个即将到来的夏天的。当然，在这个礼拜四天的雨季过后，就可以配着太阳放晴吃了。另外一款杨梅汁产品，它其实是一个果蔬汁饮料，盒子还挺精致，塑封那种饭盒吧，表面有一个这种塑料的扣子，买来的时候呢也是放到超市的冷柜里面冻得嘎嘣硬的，千万要小心不要摔，一摔就会把盒子摔碎，里面的杨梅汁就露出来了，我就这么摔碎过两次，超心疼的。强烈建议大家不要解冻太久，就解冻到那种将冻未冻的状态，插个小吸管一气呵成的倒在嘴里，酸酸甜甜清清凉凉，满满一口小冰碴配着那种杨梅那种超解暑的味道。这个也是以前就是小胡还没回国的时候他的最爱，时常在家里的冰箱冷冻柜里面囤那么几瓶，是那种爽口的口感，真的一点都不会甜，当成一个日常夏天的饮品真的挺舒服的。义工坊冰杨梅果蔬汁饮料，罐子也是那种很古风的一个小人看着头上的杨梅树。最后的最后的最后呢，是最近喝的比较多的两款饮料，说这款饮料呢也还蛮健康的，它也是喜茶他们家的吧，应该是喜茶他们家，因为我看到他们的 logo 了，叫做喜小茶瓶装厂气泡水生产线无糖气泡水，据说呢每瓶所含的膳食纤维可满足成年人日需约四分之一，并且啊是一款零糖零卡零脂的健康气泡水饮料，但口感也不错，比较健康的甘甜味那种感觉，就比起平时喝的那种 Perrier 那种或者玻璃瓶装那种，听起来反正就适合我多了，友好多了，可能我就是一个嗜甜小妖精吧。它有两种味道，一个是西柚的味道，一个就是我手里这个葡萄的味道，两个味道都还挺清爽的，但是相比起来我更喜欢西柚的味道，我是一个西柚女孩，因为零卡零糖零脂嘛，还有点小甜味，所以说我就放心喝，感觉喝水都变得有趣味多了，友好多了，像我这种万年不喝水的怪兽，我感觉我妈妈应该会很感谢它。哎，这个如果说倒出来一杯，挖一大勺冰块，然后再配刚才那个全胜德他们家的冰杨梅，超爽的，你们试试看，极其适合爱喝气泡水新人。因为我这个人嘛，有的时候不爱喝水，喝水喝的特别少，老头就恐吓我说，人的身体每天都需要固定量多少多少多少量的水，如果说你不给他足够的水分，他就会从食物里面摄取，之后他就会默认你的水分都来自于食物，那这样的话每次只要你渴了，你就会想吃东西，你就会饿，你就会胖，你怕不怕？原来我都默默不说话，因为很理亏，现在我就不怕呀，然后就开始喝喜小茶的气泡水。最后一个呢要跟大家说的最近比较喜欢的饮料呢是阿华田，这个包装熟不熟悉，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爱的阿华田啊，就是阿华田他们家的燕麦麦芽乳饮料，它是分装的，上面简单粗暴的写着好喝，是我承认它好喝，淡淡的口感一点都不会用力过猛，但就还蛮香醇的，就是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总喝的那种阿华田他们家那个一罐那种粉里面经典的那种味道吧，就一秒钟回到上高中的时候啊，放学的时候会跟小伙伴们去的那种港式茶餐厅，然后每次吃一份那种番茄牛肉焗饭的时候呢会喝的那么一杯阿华田，反正就是挺老旧挺传统挺经典的味道吧。我喝它的时候啊，通常都是那种工作了一早茶一下午啊，想起来 take 一个 break 喝点下午茶的时候，它是我说厌倦咖啡的时候呢下午茶时候的替代，拿来配那种口感比较重的蛋糕呀或者泡芙呀也都意外的很搭，每次拿一瓶每次喝完一瓶，小小的也不浪费，就最近还挺着迷这个阿华田他们家的燕麦麦芽乳饮料的，不烦不腻不甜，可能是因为阿华田太多回忆时间太长了吧，现在做成这种方便包装还给你冲好了调好口感，我还挺喜欢的，加热喝也可以，就在里面倒几块冰块喝冰的也行，口感就更清淡了，正中我心里面那些喜欢的柔软的点。好啦，那视频大概到这里呢就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七款吧最近呢给我生活增添很多色彩的饮料啊零食啊代餐啊，希望给大家多带来一些灵感，更好的吃吃喝喝吧。那我视频开头的时候呢答应大家的抽奖就来了，如果说感兴趣小伙伴呢可以踊跃的点赞留言我这个视频，随便讲点什么吧，讲讲最近喜欢吃什么零食，讲讲最近吃的最多为之着魔的一样零食或者一款饮料，互相种种草一起
让宅家隔离的生活变得更丰富一些呗。还是详细抽奖参与方式见信息栏，我会在那里写得更清楚的。那么呢，就感谢你们来看今天这期视频。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Regina Knows， 这样以后更新视频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准时上线观看，我们一起吃吃喝喝玩玩闹闹聊聊天了。好了，那就希望你们开心快乐，那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吧，加油，爱吃东西也爱你们，拜拜。